议长何胜峰敲下议事锤后，宣布第十八届第六次定期会开幕。此次定期会，泥神邑县政府提案八件，议员提案四十件，合计四十八件，及泥神邑本县107年度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案。议长何胜峰请各位议员同仁费心神议，善尽民意代表职责，为民众权益着想。本次定期会，本席以职权召集会期三十天，以审议县政府提案有八件，议员提案有四十件，合计四十八件，敬请各位议员啊多心来审议。本次定期会三讨案会议案共五件，其中以审议本县107年度总预算案甲附属单位的预算，希望各位议员能尽民意代表职务，代替民众来审议107年度的预算案。而针对今年县府预算年增20亿的部分，议长何胜峰也希望县府能够积极开辟自治财源，以防不当浪费，并鼓励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强化债务管理与管控，以达到健全财政的目标。另外，咱107年度的总预算的税出偏在有239.1800万，比较106年度的税出增加20亿。6019万，主要是经济发展支出会增加7亿7638万，其次是社会福利的支出增加5亿4834万，再其次的是教育科学文化的支出，主要是南投县国际沙雕艺术文化园区的经费及办理学前幼儿补助相关的经费等，希望南投县政府能积极开发自地的资源，加强节流设施严格控管咱财务的管理。议长何胜峰表示，民意代表职能是为监督县府施政，为乡亲把关，也期望议员同仁能够善尽民意代表职责，为民众发声。记者邱平义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